哟，大家好，我是林董。欢迎来到80年代哈！今天这个 Standard Bucking 的发型可以哦，可以看哦，是不是？现在开始要回到那种比较复古的时代啊，把头发留长啊，然后梳这种 Standard Bucking 这种发型。不过今天这个 content 呢，跟我发型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今天这个content呢，我就挑战吃十包纳西人马啦。上次吃十包鸡饭，这次吃十包纳西人马，不过我可以吃得完嘛。反正没有content拍了，就来挑战一下咯。这东西都是拍来给自己爽的嘛，是不是？你们看你们爽不爽，我不懂啊。总之我自己爽就好啦。所以加费不了很多，我就快点去买纳西人马啦。Let's go。OK， 现在已经到买纳西人马的地方好啦。哎，我要去 scan 一下，忘记了。滴滴，老板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这是拍 YouTube， 这里不可以偷拍，你不能只拍我们呢。哦，我只是拍这样子一个 vlog 这样子吧，好不好？哦，还是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，不能只拍的，你这样子拍不好。你有问过我们，你就拍。哦，我没拍到你，我只是在拍次买的吧。几包？要怎样买几包？没有，我要买十包。哦，你要十包啦。然后，这你 YouTube 什么名字哦？林董。我呢，每次拍废片那个拍我拍没有呢 ，IG 直播那个林董是吧？哈、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拍有的没有的，没有有的没有的。哦，是你啊！剩下几包？没有，我要买十包。十包有什么？哎呦，炸鸡给我三片啊！炸鸡三片。以后你要拍要跟我们讲先，不会自己这样子偷拍的啊！我懂你很帅哦。要辣椒吗？辣椒要。多少钱全部？总共看你帅，给你二十块了。啊。哎，两个两个。Thank you 啊。我老爷让老板讲，我真的是穿真的是怪难哦。我不好讲讲了，总之就是买好了十包跟炸鸡。OK， 所以现在我要回家吃我的午餐了。Let's go！ 哇，很热。Welcome back to my home。人搞啊，我在家没有吃，开始跟大便了。我开门上去。哎，打包了十包拿去人嘛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九十，我看这个包装，跟上次打包鸡饭一样这样的，然后还打包三个炸鸡，是那些人吗？那你可以没有炸鸡嘞。OK， 我们不要再讲多，我们来先试试啊，它的分量，鸡蛋糕，嗯，它的分量差不多是这样，也不咬很多，所以试试看啊，哇，看鸡蛋弄三八，完全有味啊，嗯，好吃哎，哇。很好吃耶，嗯，哎，这个差不多我没有记错，我就要吃完了哎。现在五点，那快点拍完，然后大家快点点片了。哇，然后，好，不要喝这么多水，第一包我也决定了，还是第二包，这两包呢，没有感觉到饱嘞，我还开始吃炸鸡。哇，我怕你前面先吃炸鸡，后面就快饱了。然后打包都拿去蒸嘛啊！我老板娘很漂亮一下的，跟拍的不一样吗？走了啊！拍一个吃的东西，坐多多板凳，妈一个人又搬几个角色。哇，有点腻的样子。然后现在呢，很希望我的影片啊，是有一些老板、有一些商家看到，最近真的是赚不到东西、啊、所以你们有什么产品啊，要我 IG 宣传还是 YouTube 宣传都好，来欢迎 PM， 我不是不要钱，我就不要，真的是钱。第二包搞定，来吃第三包，这熟类至少配个炸鸡啊，不然整个吃很干啊。那我现在突然变个吃播嘞！不要跑，我是吃礼貌嘛。吃，来你没有讲，我都讲好吃的哦。我不可能这样子吃，嗯，很难吃，不可能的嘛。啥呢？哇，你昨天觉得哦，拍动肯定有在作死自己，你有 feeling 啊现在？不是刚喝了水的关系呀、啊，兄弟。我到这影片拍来去挑战这些极限嘛，是不是？吃不完了，你晚上吃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一定要挑战完，是不是？嗯。椰浆放配炸鸡。
一口接一口，每月我真的在家管啥了，现在来一口饭，它的味道真的香。小萌，笑笑笑笑笑，乐不出啊。哇，有点饱哎。我应该是五包。然后看游击，他不还有拍摄吃炸鸡啊，吃五个呢。他都大胃王啊，真的。肚里呢不知道啊，这样会吃，重点是他吃了不会肥哦。我们这种一吃啊，他体重好像使命只有上。我老伟，我一整天没吃东西，就为了吃这几包的鸡嘛。要吃三包加一大酒，有点饱啊。不过啊，因为我讲话进风关系，所以肚子就进小风就饱了。下一杯讲话我试看可以吃吗？都不可以啊！然后每次排这种油没有啊？小包拿去的嘛，五包，鸡饭三包，对哟、哦，差不多等于三包饭哦。哦，我里面最多只给三包饭了，你要不会再拍这种款对了？答案明明知道自己不可以啊，买样五包，剩下的我妈最多吃两包，三包我当宵夜可以啊，刚刚好了。我要挑战多一包，跟你们讲我不够 steady， 第六包啊，我真的里面了嘞。那种感觉就是哦，你吃第一包的时候很香，吃到后面的时候哦，才很香掉。妈，你是排种粉蒸鸡，作死自己。这很干了，意思是，哎，我大胃王，你假厉害。来啦，哎，这第六包嘞，真的不可以啊，很饱啊，我下一次应该不会再排这种粉蒸了，真的。OK 啦，祝你影片到这边了啦。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捞懒牛了，应该下一次不一样子的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订阅、转分享，然后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哇，拜拜。